할렐루야. 사랑하는 성도님들, 오늘도 주님을 사랑하는 마음을 담아 함께 찬양하시면서 저녁 예배를 준비하시겠습니다.
전방계에도 어떤 상황 속에서 믿음으로 달려올 수 있도록 인도하신 아버지께 충만하게 손뼉치며 찬양 올려드립니다. 내 영혼 편히 쉴 곳과 나도 안전한 복음 복음까지 더 다스리시는 주의 영원한 바리지에 내가 매일
충성되이 나가기를 사모하는 마음 담아 만민 찬양 3명 올려드립니다. 우리에게 주신 사명, 우리에게 주신 사명, 아버지께로부터 받은 소중한 아버지께로부터 받은 소중한 사명,
세번이 되신 주님의 길을 가는 사명 우리가 해야 할 아름다운 주님의 마음 닮아가는 것을 희생하신 주님의 마음 닮아가는 이 우리가 사모해요 사모해요 주님 주신 사명 우리가 가야 할 길 아름다운 저 천국을 진노하는 주께서 예비하신 천국에 저서 우리가 가야 할 길입니다 오늘 저녁 예배를 위해서 말씀 증가하시는 사랑하는 당회장님과 은혜 받을 자신들을 위해서 함께 기도하시겠습니다.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전방위 안의 동안도 사랑하는 만민의 모든 성도님들을 목자님의 공간 안에 지켜주시고 축복해 주셔서 감사를 드립니다. 그 감사의 마음을 담아 아버지 앞에 주일 저녁 예배를 드려오옵나니 우리 예배를 통하여 영광 홀로 받으옵소서 감사드리며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一起拥默祷，将主瓦礼拜献于父神。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唱赞美四百六十首。
直到成为如今的我，都是主的莫大恩典。主赐我的无限的爱，怎能一一诉说尽？无论是睡或是醒，都由恩主保守。因有我主常常带领，凡事得以亨通顺利。虽然身与心都软弱，我得到新的力量。主浇灌我极大恩典，使我得以满足。徘徊在没有爱的街道，或在险峻山路时，我要抓住主的双手，颂赞我主向前进。再见慈爱恩主那日，一天一天的接近。那日到来，我要把我重担全部卸给主。回到主为我预备好的那永远的故乡，在我父神温暖怀中永永远远的生活。一起来做形象祷告。首先为亲爱的堂会长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인간경작의섭리를통하여참자녀들을얻고자하신아버지하나님의사랑과크신은혜에감사를드립니다이마지막때에만민재단을세우시고사랑하는목자님을통하여성결의복음을주시며크고놀라운권능의역사들로수많은영혼들을구원케하신아버지하나님께감사를드리오며우리사랑하는당회장님께서이러한목자의마음과심장을가지고이성결의복음을권능의역사들을증거하여살아계신하나님을증거하며예수님만이우리의구세주가되심을선포하여수많은영혼들을구원케하시오며감사를드립니다우리만민에게주신마지막때인간경작의섭리를창대하게이루어만왕의왕영광의구름타고오실재림의주님을맞이할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고우리당회장님항상머리부터발끝까지강건하게하시고더크고놀라운성령의대폭발의역사로함께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리옵고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대성전건축을위해서为大圣殿建筑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아버지하나님께서기뻐하시는대성전을이루기하여지난42년동안우리사랑하는만민의성도님들은목자께서주신성결의복음을통하여마음의성전을이루어갈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오매감사를드립니다영적인성전건축을아름답게이룰수있는축복의24년도가되게하셨사오매감사를드리옵고신속히눈에보이는대성전도이루어갈수있도록역사하여주옵소서또한성전이전의모든중대한과업들을이루어가고있사오니우리하나님께서도와주시고영광홀로받아주옵소서감사를드리옵고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为见证话语的堂会长做祷告，为话语蒙恩典做祷告之后，由为这礼拜由三教区长蒋正美传道师做代祷。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우리사랑하는당회장님을통하여욥기강의귀한말씀을듣고있습니다나보기의의가아니라하나님보시기에의를행하며나보기의선이아니라하나님보시기에선을행할수있는우리복된마음이나성로님들다되게도와주시고오늘말씀을증거해주시는당회장님권능의불의말씀잘선포케하여주시오매감사를드리며한말씀도놓치지않고아버지께서원하시는
영의 마음, 온영의 마음을 이루어갈 수 있도록 역사해 주옵소서. 이 시간 드려지는 우리 예배를 통하여 영광 홀로 받으옵소서. 감사를 드리옵고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할렐루야, 사랑의 父神, 감사의 父神, 伟大的恩典慈爱。 这是圣的主日，我们亲爱的圣徒们在所在的各处都作为圣殿，能够尽心尽意的在父神面前献上晚礼拜，感谢父神的引导。因着我们的罪，才能够死，为了我们的主背负那十字架，喜乐的去顺从父神的旨意，为我们打开了得救的道路。 感谢父神，感谢我们主的恩典与爱，还有感，因着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该行的，我们不知道的，让我们得以领悟，让我们知道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献上辞旧迎新礼拜，好像是没有多久的事情，很快的就结束了上半期。在下半期的时候，我们父神又在我们里面又会怎样的，让我们充满的彰显在我们面前。这时间充满的献上晚礼拜，上半期我们都非常的幸福，有为人牧师的救人礼拜，还有各种的媒体，让我们万民的为向得以更大。 还有彰显了惊人的全能，很多的灵魂得到了应允、医治和祝福，在父神面前，将荣耀归父神，让看到了父神的爱。不仅是如此，我们亲爱的唐会长因为关照我们，打开了祷告之门，我们工人们按照我们元老牧师的教宗去跟随。 下决心，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幸福的时间，也非常的感谢。不仅是如此，亲爱的唐会长的话语的权柄更加的大。我在听到的时候，我们的灵能够得以更新，每一瞬间，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幸福。在这样的感动时间，让我们能够度过这样的上半期。感谢父神，马上要进行的夏季修炼会，非常的期待。 能够非常幸福的去准备，我们亲爱的所有圣徒们能够尽心尽意进行的去做好准备。我们父神会赐给我们溢满的祝福，让我们做好修炼会的准备。通过定期带领祷告会，能够献上如火般的祷告，能够尽情的去领受赐给这个祭坛的祝福。这时间见证宝贵话语的唐会长赐给圣灵的感动感化与充满。 这话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亲爱的唐会长，父神常常保障他，那话语的深度每天都加深。在听到的时候，这话语就如同比蜜还要甜。这时间让我们能够得以变化，所以求父神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 主持礼拜的朴光学牧师将余下的礼拜在恩典当中主持，好，还有献上特别献诗的尹全能弟兄，也赐给恩典和感动，献上动听的赞美。从早到晚为这礼拜所辛苦的所有的人员，赐给天上的奖赏和这地上肥美的祝福，全国全世界通过 GCN，通过画面各种媒体做礼拜的所有的亲爱的圣徒们和观众们，赐给同本堂同样的恩典与感动。 为这礼拜，求父神悦纳，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蒙恩典的经文是约伯记31章16到28节。 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子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住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毛得暖，为我的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
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是他的威严，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亲手，这便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下面有特别献诗，引全能弟兄现就读在汉阳大学攻读低音提琴专业，曾在2021年万民赞美节上获得大奖。今天所献上的特别献诗的曲目是《有人为你祈祷》。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用爱来引导我们，有人为了你祷告，我独自孤单，内心疲惫时，有人为我祷告。你孤独独自在那里，你得到了谁的安慰呢？主知道你的内心，常常在你身边，有人为了你，有人为你祷告。我孤独独自内心崩溃时，有人为你祷告。
在堂会上来接着约伯记讲解第九十讲约伯的意义第二讲。感谢线上特别现身的您全能弟兄。亲爱的各位圣徒们，上一讲具体的查看了为什么约伯能够主张自己是义，具有根据性的方面。我们只要看到约伯对待仆人呢，就可以知道他是非常善良的，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较。约伯相信造他的神也造了他的仆人们，尊重了他们的人格，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习的品德。所有人呢都是同样的，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是很珍贵的存在，是比全天下更为宝贵的灵魂。还有我们的耶稣不只是说为了我背负了十字架，也为了他人流出了宝血，那么就不会无视任何人，会珍视别人的，更何况是信心的弟兄，还有这里当中一起过向生活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为了家庭福音化，那他们也是信心的弟兄或者是配偶，那就算是配偶呢，在天国呢也是弟兄姊妹，那他们呢有他们守护他们的天使。那如果说我讨厌他，不喜欢他跟别人跟他争吵的话，那么他的守护天使会怎么说呢？他只是那样吗？他会觉得很心痛的。那如果说是在属灵方面，如果说他违背了秩序，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不对的这个行为的话，那天使虽然说不能够来打你吧，那如果说是属灵方面的领先的人，那不只说职分上，在神来看的，在属灵上面，属灵方面的这个领先的话，那如果说是守护他的天使的话呢，那是更有威严的。那对于守护他的这个天使，虽然说不能够罚他，但也不能够说去微笑的看着他的，但是在属灵里面，灵里面这个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去恨别人，讨厌别人，不能够去随意的对待别人，也不能够说人的过错。那这些属灵的秩序不能够说去无视，那在属肉方面，如果说是很多的不满，或者是呢在背后说人坏话，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情呢？那对于世人也是，大家也要能够去服侍，那么就能够成为更大的器皿。就算是与我无关的人，那么那个人呢，都会是在某个人那里呢是宝贵的家人和朋友，是世上唯一的一个存在。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种视线去看所有人的话，那世上就没有一个人是不宝贵的。那如果说我们在真理上来看的话呢，没能够得救的是世人的话呢，那耶稣呢也是为了他流尽了些雨水。那在某一瞬间他得救了的话，那也是弟兄的子信心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珍贵宝贵的。那说如果说职场上的这个同事呢也是觉得很不满，如果以这个，但是呢约伯呢在主仆关系明显的旧约时代的时候呢，就能够以同等的人格体去尊重他的仆人的程度，那他在自己来看的话呢，会认为自己是非常公义的。那在主人的立场的话呢，对于下人的话呢，和随意的去对待的，有的时候呢，不合自己意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去打他们。那么这样的主人，或者是说这些人，那约伯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这样的，说他自己是公义的。
那这世界呢，可以看到约伯是怎样去遵守自己人生的公义的。圣徒们也是 要继续呢来与约伯自己呢与约伯进行比较，那该学的就学，不许缺乏的部分呢我们要去填充，成为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以前呢约伯呢会成为面临难处的人的力量和盼望，成为了孤儿寡妇贫穷人的安慰。那在今天的本文里面呢，约伯也是他说明了他自己去救济的这些。约伯记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那贫穷的人的心愿呢，是物质上得到帮助。约伯呢，那他们希望帮助的时候呢，是积极的去帮助了他们。还有呢，无能、有难处的寡妇，看到他们时候呢，就会成为他们的力量。以可怜之心呢，去真诚的对待他们，去给他们吃喝。约伯没有说自己想吃喝，吃好的穿好的，对于软弱的人和这些弱势群体呢，他就会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那神呢，在圣经各处呢，都说了，我们去对这个贫穷人或者是邻里的去救济，去照顾孤儿寡妇。箴言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你右手若行善，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还有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我们的父面前，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在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如果说我是敬畏神，不查看这些孤儿寡妇的话呢，在神面前就是不能够得到认可的了。耶稣呢，也是去照顾安慰这些孤儿寡妇，还有呢医治了贫穷和有病的人，还有呢有受蔑视的瞧不起的妓女们、税吏们，也是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能够悔改，这样带领他们。人们说他们是罪人，不理他们，但是呢耶稣没有说他们是有罪的，是心怀他们，对他们也是给他们打开得救的这些道路，让他们能够回头跟他们一起吃喝。所以呢要挨骂，说耶稣呢和罪人在一起，所以说呢他也是罪人，被别人定罪，但是呢他也没有说去在乎别人去说的是什么，只追求神的旨意，善的旨意，这就是大礼拜所说的纯全，也是他的内心和行为。那大家的内心是怎样呢？希望大家能够查看一下。初代教会圣徒们呢，也是卖了自己的所有去救济贫困的人。东西呢，大家都是公用的。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各位圣徒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希望都能够查看一下。明明知道救济是神的旨意，却不去行。或者是说呢，是神的话语，所以呢，出自义务感去做，或者是形式上去救济的人。那神所愿的呢，是像约伯一样，带着怜悯的心，以爱和诚实去救济。像初代教会的圣徒们一样，不把自己的当成自己的，以喜乐的心去分给别人，神才会喜悦，会赐予溢满的祝福的。那对于献与神的礼物也是这样的。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我们凭喜乐的心去献上的时候才会接受我心香的礼物，希望大家都能够铭刻在心。那敬忠也是一样，献身也是一样，祷告也是。那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神悦纳的是心香，不是说形式和行为，或者是让人看到的表面行为，为了让别人看，那是更不是神所喜悦的了。自己是否是真正的爱神，尽忠祷告，努力去聚会呢？或者是自己呢，让人看到的时候，人们也想别人会不会称赞我呢？神会不会赐给我祝福呢？这样去计算的话呢，首先就不能够成为喜乐。接下来的本文看约伯记三十一章十八节里面说，从年幼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母腹出母腹就扶助寡妇。约伯说从年幼时孤儿与我同长，就是说年幼时幼年的时候就很富足，然后不只是说上了，不是说上了年纪之后才领悟了去扶助寡妇，而是呢从小开始就有爱心，就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寡妇们，扶助寡妇们。还有说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们，就是看着自己生了自己的母亲呢，就知道这些妇人的辛苦，所以呢就更加细心的去照顾自己生活的寡妇。我们也是明白领悟了就喜悦救济的妇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更加诚实的去分享，去施舍，特别是地主区，在生活当中呢去照顾我们圣徒们，有病的人呢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进食，希望他们能够去得到医治。我听到了非常幸福的消息，最近呢在正道，在进食方面这个进行正道，而在准备下届修炼会，来自己得到应允，为了得到一直去进食。但是我非常幸福的是呢，为了区域的人员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而进食，一起进食。那我听到这些时候，真的是我非常幸福，几乎是流泪。真的是我们万民的工人们，真的是非常得安慰，非常幸福。那我的幸福，父神会多么幸福呢？不只是说一起为他做祷告，而是呢一起呢定期为他进食，真是觉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幸福，真的是非常感谢。就像今天的特别先生一样，有人为你做祷告，那大家为人做祷告，为人进食，那比任何的栽种都是更美好的栽种了。这样的人呢，在父神面前，父神就会赐给他非常溢满的祝福。所以呢，要凭喜乐去做，成为了现在是雨季了，雨季来临了。到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以前呢是救济委员长，一开始呢在教会呢的使命呢就是救济委员会的部长。我是传道人，在读神学院的时期，作为主仆人，第一个使命就是救济部部长。那以牧者的心去探访，那作为救济部呢，我去家家户户呢去进行探访，与他们去发放救济金和米。那更大的使命呢，就是在这样的雨季，或者是呢在教育者会长的时候呢，也是到这些雨季的时候，圣徒们有的圣徒们呢会不会有这些损失，去查看这些。
这是牧者的内心。那有时候也会问我，是否呢有地方去查看一下，说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那到这样雨季的话呢，又会想起来那样的场面。就算是我不会不用特地的去进行说明，我们地主区也要好好的去查看一下独自生活的人，或者是有家庭有困难的人，有没有被水淹，请大家都能够去查看一下，不要让他们面临难处。非常感谢大家。而且大家呢就要救济去服侍灵魂，是父神非常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地主区门真的是从传道的时候，真的是从自己的口袋里面呢出钱，去那个家庭探访的时候不能够空手去的。现在夏季呢，那夏季有的时候有可能会买一点香瓜之类的东西，比如说去探访的时候有怀孕的孕妇的话，或者是说有产妇，那产妇的话呢就会给买海带，给她去弄海带汤，然后去传道。那如果说是传道对象的话，要带着这样的心去做。现在的生活好了很多了，生完孩子有可能呢会休息一段时间再回来，这些方面呢就是救济的行为了。大家要通过使命呢，要成为父神所喜悦的救济，服事也要呢喜乐的去做，在灵肉间要得到祝福。约伯呢不断的在说明自己的公义。那么下面呢讲的是衣服方面的内容。约伯记31:19-20说，人若见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据说以前呢贫穷的人呢在冬天的时候呢没有暖和的衣服或者是被子，有很多冻死的情况。那约伯呢在看到这些没有衣服呢受苦的人，给他们分给衣服，没有被子盖的人呢给他们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真的是爱人如己。这样带着温暖供给他们温暖的爱，那么蒙得恩典的人呢就是为他祷告说，求神赐给约伯更大的恩典和祝福。各位圣徒们，有的人呢说向神求物质上的祝福是不对的，绝不是这样的。哥林多后书8:9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像这段经文一样，耶稣呢代替我们担当了贫穷，那我们也得到了物质上的祝福，我们在救济宣教圣殿建筑方面去使用。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让我们富有的祝福的话语，但是呢不能够说无条件的说赐给我祝福，这样做祷告就能够得到的。约翰3:1-2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像这段经文一样，我们在凡事上想要得到祝福的话，首先呢灵魂要兴盛。申命记28:2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遵照神话语生活的人的生活的人呢是有祝福的秘诀。那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内的以撒雅各约瑟等这些信心的先知们，都是一如既往的敬畏神，他们过得就非常的富足。所以呢我们要效法先知的生活，我们在灵肉间都要得到祝福，努力去救济，过荣耀神的生活。牧者呢也是从开拓教会之前常常就是努力去救济，没有说我富足之后再去救济，哪怕是说生
租这个月租房的时候呢，也是省吃俭用的去努力去救济，说去节省去攒起来，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更加富裕，能够给孩子们穿更好的衣服，也能够让他们去补习班。但是这些去节省去救济去做局限现金，没有说自己想吃的都吃，想穿的都穿去享受，然后再去救济。所以呢，在贫穷当中呢，还是勒紧裤腰带，然后去救济，所以呢，才能够得到祝福。开拓之后呢，教会的祷告题目的第三项呢，就是救济，那扩张了救济的事工。我们的周报大家呢是在网上呢看，那第一章呢，我们的祷告题目呢，第二页我们教会的一项的祷告题目的第三呢，就是救济。大家也要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这样努力去行可以喜悦这些的神呢，让我们尽情的去成就世界宣教和神国度的扩张，赐给一般的祝福。我和大家也是一样，要效法这样的善行，要成为父神的喜乐。约伯呢，在不断的去，我们来查看一下呢，约伯怎么样生活的公义。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只依靠某些有权威有影响力的人。约伯再说，就算有帮助自己的坚实的后盾，他也没有说借其力量而骄傲或者欺负弱小。那通常呢，人的肩膀象征着力量与能力，所以呢，在显示自己力量的时候呢，往往可以看到会高举双臂。还有人们呢，在用肩膀和胳膊呢去拎重物。如果说是肩膀脱臼了，或者是胳膊骨折了，就不能够有丝毫的力气。但是约伯说，如果说自己仗着后台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话，那就该自己的肩胛骨脱臼或者是这个胳膊骨折，这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自我诅咒了。他能够这样去问心无愧的说明，那说明自己的人生是非常光明磊落的。那约伯呢，在平时没有显摆自己的善行，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这样不求任何的回报，以纯粹的心施予的行为是神认可的真正的善。属肉的人呢，他在自己做好的事情呢，想要得到认可，暗自的去夸耀，想要得到称赞。那如果说没有人去认可的话呢，就会伤心。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到4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意别人的眼光去行的是不会成为奖赏，但是发自内心的善行和救济呢，神会喜悦的，所以呢，就会得到丰盛的奖赏和祝福。接下来的本文，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暴露出了约伯的属肉的信仰。这种恐惧呢，是出自没有完全信神。约伯他的生命呢危在旦夕，还有和朋友和周围的朋友们呢受到嘲笑和指指点点，经受着内心的熬炼，因着这些灾祸非常恐惧的情况。但是这所有的灾难是出自神的，他相信这所有的灾难是出自神，所以他就惧怕神。
他认为呢，神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去给他诅咒，所以他有多可害怕呢？人们在属肉里面的话，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内心，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和奥秘，只能够去惧怕神。知道神的旨意和奥秘的人呢，不会惧怕灾难，而是呢会怕犯罪，惧怕犯罪不回头。所以呢，正确的信神的人呢就不会犯罪，就算是失误犯了罪，也能够迅速的悔改回头的。这样的人呢，与神之间就没有最强，能够称神为父或者是阿爸父，理直气壮的这样去称呼神。约翰一书三章21-2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像这段经文一样，要遵守诫命得神喜悦的人，一向都能够坦然无惧。那么在看这个话语的时候呢，想到了元老牧师，你说他这样会去投入父神的怀抱，这样向神告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说不要这样，对我们再要负责，还有我们外面的羊群，还有这个祭坛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让给我们更大的力量。一开始是这样说，后来他说呢，是我们要一起向前进，然后呢内心他开始有这个内心的确信，然后呢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不说话了，怕我们失望，就会减少他的说话，说要投入主的怀抱，守到主管，然后呢又说要为主尽忠。没有我不在的时候，和李美英牧师说，这三个女儿都走主仆道路，也不结婚，走主仆的道路非常的幸福。后来呢，我通过李美英牧师听到了这样的话。那在属肉上来看的话，在这样难的时候会觉得太难太累了，所以你们呢该走的，你们想走怎样的路，该走就走吧。是因为有美丽的天国，他确信这样，所以呢说我去那里等你们，非常的幸福平安。那我们呢就拉着他，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那牧者不在的话，我们圣徒们怎么能够有很，我们圣徒们不能够有很多的圣徒们他去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说不是的。一开始呢他就觉得很惋惜，不能够很多人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时间流逝之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老师抓住他，他就是严厉地说，美丽的天国充满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盼望，准备好了，那么死亡呢也不会惧怕，还有所留下的这个家人有什么心痛的呢？努力尽忠在耶路撒冷见面有多么美好呢？所以我们住宅的家人呢，也没有说我们的牧者去天国了之后我们就伤心，而是更加有力量，更加充满的去奔跑前进，这是盼望。牧神向我们所愿的就是这些方面，外面的圣徒们这样奔跑到现在，我也是非常高兴的，还有的牧者也是，也会觉得大家很了不起的。不只是说口头上说我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内心里面要充满耶路撒冷的盼望，进入耶路撒冷的生活，要尽量去生活，做好这个去耶路撒冷的准备，那要一天接近一天，更加每天的更加接近。我们的内心呢不是惧怕，不要怕说我不能够进入耶路撒冷怎么办呢？虽然说不足，
是能够做到的，一定能够做到，要有这样的坦然无惧。要是这样的，但是约伯却不是这样，那对自己面临的这个熬炼非常的惧怕，神是无缘无故的去管教他，所以他就觉得很惧怕。我们来说呢，就不要惧怕，我们经受熬炼呢，你要知道父神的旨意在哪里，真理的话语里面呢都有答案，疾病是怎样来的，自己怎样面临难处，怎样面临世代患难，祷告为什么应允缓慢呢，有没有做自己得神喜悦的这些行为呢？就像刚刚所说的，神所喜悦的救济施舍有没有去做到呢？所以呢，不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那通过话语呢，要正确的找着其答案，那这也是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约伯不能够这样，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伤心和疲惫。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如果说我们成就了完全的爱，那么绝对不会惧怕神，反而会更加渴慕，更加接近神的。因为知道慈爱公义的神，所以呢就觉得这个神是太好了，不会有呢说神会不会是神的给我降下灾祸，给我世代患难，面临这些有疾病怎么办，也不会有那样的惧怕。因为有那样的想法呢，使自己生活在了非真理当中，生活在罪恶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惧怕。如果说是没有惧怕，自己随意的生活，那就是不能够得救了，圣灵消灭了，那就是他说自己的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有惧怕的话呢，就是圣灵在指点你。生活在光明当中的话，没有必要害怕。那么灾祸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降临的呢？生活在非真理当中的人，或者是呢生活在真理当中，重新陷入到非真理当中的时候面临的，如果说遵守真理的话呢，就不会面临灾祸和试探，能够常常得到保守。如果说是行在真理当中又面临了灾祸的话，那就是神为了赐给你祝福。看圣经，那真正的义人呢，就算是面临任何的试探和患难，都能够感恩，守住自己的信心。亚伯拉罕顺从了他不能够顺从的这些事情，大卫呢因着罪，他甘愿呢这经受熬炼，但以利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在死亡面前也没有去与非真理妥协，发自内心的相信全能者是我的神，因为相信呢这是神让我们得以完全，就算是面临灾祸也会让我们得到恢复的，因为相信这一点，所以呢就不会惧怕。如此如果说我们知道真理的话呢，就不是可怕的神，而是慈爱的神，而是至好的神。但是呢约伯呢却不明白真理，没有遇见慈爱的神，所以呢他就在惧怕当中恪守他的义。那是觉得让人心痛，如果说是恪守他的义，那么在惧怕当中恪守他的义，因为惧怕所以呢彻底的去守住他的义，这是约伯的面貌，真的是非常叫人心痛。但是呢敬畏神的，哪怕是说惧怕，在惧怕当中没有生活在非真理当中，所以呢神称赞了约伯，所以呢才让约伯经受熬炼。约伯呢继续说明他自己的义。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所得资财而欢喜。”约伯呢没有把荣华富贵放在心上，也没有把重视这些财富，也没有依靠他，
所以呢，在突如其来的这个灾祸里边，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忧伤。反而呢，是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献上了这样的了不起的告白。约伯认为具有真正价值的不是财物的富足，也不是世上的宝贝，是为敬畏神，把这个价值性呢放在了向着神上面。为什么呢？约伯呢是所想的是正义的，有能力的，所以呢他努力的践踏献祭，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最为宝贵的。还有他相信神是活着的神，神是全知全能的，在凡事上他都认可神，承认神，所以他生活的公义。约伯的内心和信仰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得到了神的注目。但是呢，这样的熬炼当中，虽然说他埋怨神、抱怨神也不满，也要知道这也是承认神的。人说呢，不把这世界放在虚晃之上，而处不为敬畏神，拥有天国的盼望生活的人，在天国上也会大得使用，成为这样的器皿。在世上呢，为了得到富裕、名利和权势，不分手段方法去做的人，如果说失去了努力得到的这些荣华富贵的话呢，就会非常的悲观，会选择极端性的手段，因为他的价值观只在这个世上，没有天国的盼望。我们要把人生的目标放在永恒的，积累知识的目的还有名利、权势、物质这些理由，要持在成就神的国上边。还有如果说我们的圣徒们要是把这些放在荣耀神之上，不会执迷于这个世界的。诗篇三十九篇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只仰望神，仰望充满天国的盼望。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不仅是说我们的财物、时间、才能等都要用在神的荣耀之上，那神呢不仅是在这地上的，不在这地上，在永恒的天国呢也会赐给更大的奖赏。所以呢，无论是吃喝做什么，都要为了神的荣耀而生活，过最有价值的生活。那大家的价值观、大家的价值性呢都放在哪里了呢？在世上有好的职场，或者是在职场上得到认可、升职、拿更多的工资，最重要的是把这些那个放在这些，你的价值观是这样的吗？或者是说去救济，在神的国有所帮助，或者是说在世上得到认可，将荣耀归于父神，或者是在世上学习的这些，通过这些努力的去服侍神的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吃喝穿享受的这些不满足于此。如果说是放在这上面呢，有什么价值呢？在这地上就算是积累的再多，有几十亿的房子，或者是怎样的更好的房子，就算是这样生活不能得救的话，有什么用呢？或者是得救了，是进入了这个乐园，或者是第一层天国，但是呢，节省自己的现在神的国上面去服侍，自己的时间等等一切都要去献上。那在天国积累奖赏的话，这是永恒的奖赏，是任何人都无法夺去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呢？那在地上的人生，就算是不是很富有，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那在天国也会觉得这地上生活是有价值的，大家要带着这样的盼望而生活。那我们主仆人利未祖是多么蒙福呢？在这世上吃喝等等想要积累的这些，没有这样的利未祖能够拿更高的工资，他也放下了这些，在神面前去服侍，成为了利未祖，要在神的祭坛上付出辛苦尽忠，在天上积累奖赏，那成为了利未祖，这是多么有价值的生活呢？上班的时间也很高兴，所有的方面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生活，在自己干活呢也有更大的效率，很短的时间能够做很多的事情，要不忘初心，结出美好的果子，在天上也要得到更好的奖赏。不只是说主仆利未祖，我们圣徒们在市场生活工作去挣钱，然后用这些去尽忠于神的国，这是非常蒙福的，这所有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大家的人生。看接下来的本文，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牵手。”那是给大家读。那么这样的话，约伯是以怎样的意图来说的呢？那再进行说明的，听说明，就会知道那是有这样的意义的。还有看大家看那样的内容时候呢，要想想自己是怎样的，自己的情感是怎样的。约伯呢，没有说太阳发出灿烂的光而去崇拜太阳，也没有说月亮的明亮美丽而去服侍它。看到宇宙万物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内心，没有夺去他的内心，也没有受到诱惑。以前的先祖们呢，在看着这发光的太阳和朦胧的月光的时候呢，就感叹谢师。那有这样的，有的呢去崇拜太阳、崇拜月亮，或者是世人呢，特别是以前呢，去向月亮求福。但是约伯呢，绝对没有这样，只是服侍神。还有以前的，看到太阳和月光的时候呢，就会呢感叹这些，会写诗，然后写歌来唱，然后呢就被人的这个情感所迷惑而产生不好的结果。比如说，据传唐朝的诗人李太白非常喜欢月亮，所以呢他以很多月亮为主题，写了很多月亮为主题的诗。所以在晚年的时候醉酒，为了抓住这个反射在这池塘里的月亮呢，淹死在了池塘里。像我们国家有这个名堂，说月亮明亮的月亮，李太白玩弄的月亮，这样的民谣。那我们圣徒们呢，也要好好的想一想，下雨天无缘无故的就觉得被忧愁打湿，或者看到落叶掉下来呢，都觉得非常的凄凉，是不是有各种的情感呢？但是呢，我们要在所有方面都在真理当中，以神的观点来去看。那季节改变，要能够感受到神的奥秘，看到美丽的花和树木的话，要能够看到神的手艺，看到天空大海，我们也能够去感谢造了这些的慈爱的神，像万民赞美四十二章里面的词一样，能够感受到蕴含在创造主神的能力和神性。太阳向我诉说的故事，创造主神手所造打工，星星向我讲述的故事，主的一切奇妙做工，江河向我讲述的故事，阿巴父那美妙的声音，大海向我讲述的故事，我主的博大的胸怀，花儿向我讲述的故事，美丽奇妙光的故事，鸟儿向我所说的讲述的故事，喜爱赞美的主。
찬양을 사랑하시는 주. 참 가사말 아름답죠? 歌词是非常的美好，大家看，三川草木的时候要知道福神创造的手艺，要充满这样的情感。若说不是这样，只有这个属肉的情感所伤心孤独，看着这个落叶，就好像是自己的内心一样。那我在生活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感受到过这样的内心。 저는 그냥 쨍한 햇빛이 환한 쨍한 날씨를 좋아. 我只是喜欢的这个太阳很灿烂的这样的天气。 감성이 풍부한 분들을 보면 看到这个感性丰富的人呢，我就觉得我没有感性吗？我就觉得我很奇怪。我在看今天话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这样得到了安慰。 我都是想看三川草木的时候，我的生活当中的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我们的院长呢，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呢，就想要去看樱花，一向都是很充满感，也非常的感性。但是我呢？ 你说这样那么堵车，为什么要去呢？我就觉得我很不感性。渐渐的年龄增长的时候呢，看三川草木的时候呢，能够想到福神创造的手艺。那在樱花在落下的时候呢，也去宝兰麦公园也去看一下。没想到天国，这些花瓣都不会落下来，有多么美好呢？ 我在看到这个樱花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很美。那掉不下来，这些花不掉下来。那么在天国有这样的路有多美呢？那这个樱花呢，花瓣可能是一周左右就掉下来了。天国这些花瓣都不会掉下来，有多美！ 也没有四个，没有这个季节。天国的这个天气呢，是最为适宜的这个天气。那么想想这些呢，也会非常幸福。那在登山的时候，都想去看到这个天上绿郁葱葱，也会想到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有多么的了不起呢？也是有一点这样的。 那现在有这个云的天空，上周总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拍下来的这个晚霞呢？回来的车上，这个晚霞非常的好看。那我们主仆人们、长老们呢，都感叹，在这个高速上面。 真的，父神的创造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想呢，我可能觉得，今天会拍下来这样的场面。这个太阳让我们来看，升起降下，看到这个火红的晚霞。 看到这个火红的晚霞，人们看到这些呢，会有怎样的想法呢？我们圣徒们的所有的情感要在这里当中呢，都能够充满。在高速上面是定期开这个定期总会，然后呢回首尔的路上，下面呢是火红火红的。 这个不是说是看天空呢，是蓝色的，还有云，然后还有火红的天空。路上呢也是
我们主仆人呢，也有人拍了视频，在车上呢感叹天气非常的好，好像是秋天一样，非常的凉爽。通过这样的时间，本文里面呢，可以看到约伯呢看着万物呢，没有说在约伯看到神，没有说就是像崇拜偶像，或者是像世人一样陷在自我的情感当中。这也是呢自己在神面前守住的公义。接下来的本文，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八节说，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被弃在上的神。就是说，如果自己盼望把盼望放在了金子和财物上面，或者是看着太阳和月亮被迷惑的话，这就是背弃了神的行为，是当受罚的。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约伯呢，心没有放在财物上面，在神面前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他的完全和洁净。约伯信靠神，相信神，想要效法神的圣洁，自己呢想要洁净，努力去做。如果说自己脱离了洁净，那么就当受审判。在这里边呢，也可以看到约伯的公义。那一般人呢，在做事情做得好的，希望得到称赞；有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呢，希望能够适当的就过去了。自己失误了的话呢，不想要去暴露出来，想要隐藏起来。但是呢，这里指人愿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那在以感恩的心去经受受应准锻炼的时候，才能够持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呢，就不会再有呢犯同样的罪的事情。如果说不是这样，想要隐藏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躲避这些熬炼的话呢，会继续犯这样的罪的。那如果说每次都这样跌倒的话，就支配不了自己的内心，只能成为不能够管束属肉的软弱无能的肉。约伯认为呢，做错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牧者的内心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出信徒的时候呢，也没有说违背了这个所违约的事情，或者说礼拜时间呢晚一分钟都没有，或者是做三天或者七天的禁食，自己自罚自己。那么这样的责罚，在属肉方面呢，有可能很难很累，但是呢，因此呢，能够使自己更加完全，所以呢，反而是幸福的。我们呢，在凡事上呢，也要抱着这种内心来管束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服从真理，能够更加迅速的得以完全。下面讲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们，我和大家呢，经过几讲呢，来查看了约伯所说明自己的意。约伯呢，他是旧约时代的人。那么现今呢，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明白真理，做向生活的我们面貌来进行比较的话呢，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学习的。但是约伯呢，在不断地说明自己的公义的意图是什么呢？这样的义和善的自己，让我面临难处的神是不对的，这样主张自己，所以呢，仍然呢，停滞在自己的公义当中。那打破这个内心之前，不能够说约伯是真正的义人，努力地过向生活的人，以长久以来坚固的这自己的立场去看的话呢，很难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所以呢，努力的做祷告也不能够得到应允。这自认为的义，在神看来也有很多地方不是义的。箴言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우리는 중심을 보시는 하나님 앞에서 我们要在 查看内心的神面前，要看想一想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的合乎神，能够正确的对照自己人的内心的镜子，是只有真理的神的话语，再加上献上如火般的祷告的时候，圣灵才能够让我们发现自己。所以的要用话语和祷告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恶，而离弃，要成为神所真正认可的真正洁净的人。奉主的名祝愿大家思考话语，一起来做祷告。오늘도욥은자신의의를주장하고설명합니다그런데이러한모습들을볼때나는어떠했던가우리의모습을정확히볼수있게하여주옵소서힘써구제하며가난한자를살피고고아와가부를돌아보았던욥의모습처럼난얼마나구제하기를힘썼는지또한하나님께드리는예물과충성과수고가얼마나마음중심에서이루었는지또한살펴보게하여주옵소서욥은물질이나또한돈이나명예권세에마음을두지않았고산천초목자연에도현혹되지아니하였습니다이러한모습처럼우리는어떠한물질이나또한육의것에마음을두지는않았는지그래서헛된것들에마음을품고있지는않은지또한우리의감정이이세상의희노애락에빠지지는않았는지살펴보게하시고오직진리안에천지만물을창조하신하나님으로인해기뻐하고즐거워하는그런복된성도님들이되게하여주옵소서말씀을통해자신을발견할수있는은혜와능력변화에힘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마민찬양92장목자의성을부르시는찬양만민찬양92首献上献金青翠欲滴，绿树丛，繁花似锦，土香浓。我曾梦想的天国，新耶路撒冷。来到我牧者的城，幸福喜乐洋溢心中。我曾梦想的天国，我牧者的城，中国一教区58岁，帕江扎劝世，
一年前开始视力呢非常低下，上下班的时候看不到里程表，礼拜和代理彻夜的时候呢看不到字幕，要接近这个画面来做。在眼睛电测视力说为什么现在才来，两边眼睛的视力呢都是 0.1。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戴眼镜，在干活的时候戴眼镜干活非常的不方便。五月恩告聚会的时候呢渴慕得到医治，在定期代理祷告会的时候呢进行每天献上现金，不仅是为了我的医治，还有我家的所有人的祷告题目来做祷告。还有呢作为组长呢担当使命的时候和工人们呢有碰撞，有一些不满和这些内心呢悔改了。那五月三十号恩告聚会的时候呢，唐会长做祷告说视力能够恢复，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舒服。那六月二号为了做大礼拜来到就求老师圣殿的时候呢就忘了戴眼镜。那没戴眼镜呢在这个字幕看字幕的时候呢这个歌词呢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第二天呢又去眼镜店呢测了一下视力，然后这个医生说你吃了什么药呢，因为呢之前的视力呢因为非常的不好，然后说双侧视力呢已经 0.5 了，现在呢不戴眼镜呢也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各种礼拜和代理祷告会的时候呢这些字幕也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了，非常幸福，感谢医治的神。为现金做祷告。阿爸父神，向您献上十分之一现金，感恩奉献金，生日感谢现金，各种现金，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赞助现金，几千电视现金，宣教现金，此刻还有锁定的现金，此刻求父神亲自二手次响亮，有大家参加小六的祝福，成就他们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祈求，保守并祝福他们的家庭事业和工作，使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不断增加，感恩事项不断增添，按照所请所种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欢迎新友。등록하신분의이름을불러드릴때자리에서일어나주시면당회장님께서기도해주시고우리모두환영하겠습니다서미경지역장님께서인도해주셨습니다정화영성도님神的儿女们登录到实质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应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教灵魂先生凡事心神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在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恩典和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奉主的名欢迎你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主日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나라와권세와영광의아버지께영원히있사옵나이다아멘